你要吃乖乖吗？要。啊？要。你要这个乖乖哦。嗯 ，Oh my god。那还要去看别的饼干吗？哦，你要喝这么大罐哦？嗯，那喝一罐就好了哦，那喝一罐就好了吧？太夸张了！爸，这是什么牛奶？巧克力牛奶。嗯，巧克力牛奶。对啊，你喜欢喝牛奶吗？喜欢。要喝一罐牛奶吗？带罐牛奶。是啊，我看呀，这里有巧克力牛奶。好啊，那一个。你要巧克力的哦。对，我要巧克力牛奶。巧克力牛奶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多多。来这边，喝一罐就好了啦。等一下看电影，一直跑厕所。跑到一百次，就这样。你要等一下又要尿尿，我要看电影哦。然后我要跑到一百次，你就一直跑厕所。那我跑到一百次。那我们再来看这个饼干这里。好啊。嗯。这里吗？这里不是饼干，太夸张了。这个是饼干吗？不是，不是饼干。饼干，饼干在哪里？饼干。哦，这个是饼干吗？糖果。这不是饼干哦。那是这个可乐果吗？不是。不是。好吧，那一喝一点水就好了。太快了吧！我掉下去了。对啊，要拿起啊，给人家放好。哦，我放好了。哦。哦什么哦？哦不能倒。这里是蛋蛋巧克力。可以买吗？那饼干要放回去哦。为什么？因为等一下吃一个就好了，你要给人家吃一百个。啊，要吃这个吗？这个很辣的。不要。嗯。好呢，这好像很好吃耶。买一个，买一个这个吃好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洋芋片。我怎么看到里面有辣椒？这没有辣椒了。看到这里面有辣椒。那你要吃真油味还是吃乖乖？乖乖。要吃乖乖，要吃这个吗？不要。多利多汁嘞。不要，这个多利多汁哎，这是起司的。妈妈，你爸爸，你看我，爸爸，你看我。好了，那我们去买单吧。